他们把百合押出来了，这是要押回北川，怎么办哥？嘎子，赶紧搬把车赶过来。 他们怎么把人带走了？咱们守了那么半天，算哪壶啊？我觉得这事儿也有点奇怪。嗯，整出这么大的动静来，廖高轩只带走了共党奸细，他怎么就能把洪文才给放过了呢？狗日的丧门星，大白天的在门口盯着，怪不得老子倒霉。去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。 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可是保密局的。驾！快！怎么关进这破车？ 骆长官会追查胡文才吗？他们可是救我什么？你信吗？这种事情从来都是不了了之。那咱们就此罢休了。我已经密报委员长了，我们有证据在手，委员长自会了断的。 记者，他们都发稿了。可是被新闻检查处的全都压了下来，通通不能见报。其中有两个记者不服，还被他们抓了去。天理何在？报告李总，国防部还在记点。荣盛李作为金城战区副司令长官，即日上任，45旅由楚木云团长接掌。 名声暗将，有职无权。回电，说廖某不受。如果他们一意孤行，非要让我当这个副司令长官的话，我宁愿解甲归田。
咱们根本够不上。郑参谋，别走，把那两个共军带过来。是，老七，把人带过来。 去，去！老邱，李三，要咱的命，我也绝不含糊。你去有啥用啊？你们俩都去，能有啥用啊？多送两条命而已。本来我今天应该避了你，替我的兄弟们报仇。但是我廖某人恩怨分明，我不想杀你，但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 你们走吧，把他们两个放了，要让他们带走。谢谢，谢谢你。老七，你护送他们一程。是。老七，别动，我靠，不对呀。 没走，咋回事？哎，看看，这咋回事呢？走，我看看去。百合，老七，老七。 老七，老七，老七，不，你哭丧脸个啥呀？老子没惹你，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。咋的？你是不是向那豹子旅长的伏击啊？啊？喂，你，老子啥事都瞒不过你。弹药给他们。哎，啊，这不没打吗？哎，站住！哎，这不没打吗？老七，我二话跟你说呢。 我很苦了，我都死，都死。
根子，百合大夫救了很多中毒受罪的老乡们。我相信，咱们中国老百姓一定会记住他的。纵队首长也发来了唁电，表示沉痛的哀悼。 如果国王不仍然布置己见，调我们做的话，我周末也不干了，我回家陪老婆带孙子。是啊，我们也不干了。反正我楚牧云是才疏学浅，不敢接掌履职啊。楚某愿意追随吕布，我也对呀，我们都是吕布。坐下，吕布，吕布，坐下。吕布，坐下。吕布，坐下。 我个人的去留是小事情，重要的是党国的存亡。国防部已经来电了，不同意我的辞呈。他们不是嫌我廖某人桀骜不驯吗？还是委员长了解我？坐。是啊，四十五旅如果去两年，那还叫暴旅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有力。 软妹，别打，手上加把劲儿，别掉，动作不要变形。向后蹲，程山，大英子，孟大娘，全体都有了，原地休息。说完了，孟子，大娘，孟大娘，英子，孟大娘，您身体还好吧？好。 好，刀铺的乡亲们都还好吧？这土改胜利了呀，大家的日子过得可滋润呢。孟大娘，您看您啊，您这眼睛又不方便，您大老远的还来看我们。大卧铺的农会，这不是给部队送值钱物资来了吗？大娘说，顺路来看看你们。程山呐，哎，我就住郭林这儿，晚上你过来，大娘给你做好吃的。好嘞。 你能啥也没看见？我真的啥也没看见，我没看清白花花的。出来！喂，走，咱找师长说理去。不行，你一枪给我毙算了。你说，你到底看没看？我啥也没看见，我看了，我没看清，这白花花一片什么都没看清。陈山，你别动，别动，流氓陈山，闺女啊，你到底啥呢啊？ 咋的？老子看就看了，你早晚要进我余家的门，我看也能咋的？真是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看见没？我啥也没看见。哎，哎呀，我就看见白花花的一片。 我啥也没看见，我这不冤得慌。闺女啊，
给程叔爱缝衣服呢。大娘，你咋知道啊？别看大娘眼瞎呢，我心里可明白着呢，不糊涂。这老话说了，打是亲热，骂是稀罕。你们呢？大娘，哎，程山呀，可是个好男人，你嫁给他呀，准没错。他，你个臭俘虏兵，你稀罕吗？于大哥，哎，早啊，脸都洗过了。于程山，于程山。余生山，我告诉你，你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，除非你又跑到国民党那边去。我躲你干啥呀？我没躲你，我早上起来锻炼呢。跟我玩自行车是吧？要不我一会儿进去跟大伙说说，昨天你偷看妇女洗澡，还想使坏心眼儿。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行吗？你小点声。我错了，我向你承认错误，你饶了我不行吗？行，放过你。不过得有条件。啥条件？从今以后，你都得听我的。我让你往东，你就不能往西；我让你往西，你就不能往东；我让你去打狗，你就不能去给我撵猪。要不然，怎么的？那行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行了吧？你让我怎么地，我就怎么地，行了吗？还差不多。给孟大娘给你做的好吃的。昨天你犯错误，没来得及吃。啊！去集合了。市长，报告市长，有位老太太要找您告状。老太太告状？是啊。走，看看去。看看去，走。哎，孟大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大娘，我听说你要告状，告谁啊？于成山。啊？对对对，告他。不是，程山兄弟咋惹着你了？他欺负我闺女，害得我闺女啊，没法嫁人了。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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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啥？啊，这小子犯天了他！去，给我绑了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大娘，您闺女是谁呀？张英啊。张英咋成您闺女了？他认我当干娘了呀。不是啊。这个大英子，大娘，这于成山见了大英子可是撒腿就跑啊，只恨爹娘没多生几条腿儿，他哪有胆量欺负大英子啊？就是啊。我呀，就实话实说吧，我是来提亲的。对，来提亲的。提亲。提亲。迎上来，迎，来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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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，坐坐，快快快，上吧，老练队列没啥意思，是不是？想不想？来来来，实战一下，好，继续，好伙子，我弟兄们呢，练队列没啥意思，就看你们这帮新兵蛋子还拼刺刀呢，敢肉搏吗？大辉啊！啊，你过来找事儿来了是吧？
你就说你敢不敢吧。你都不怕丢脸，我怕啥呀？来呀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来，别给我丢脸啊！都是一帮新兵蛋子，好好教教他们什么叫肉搏战，没问题。哎，兄弟们，有人找茬来了，怕不怕呀？不怕。想不想打架？想。把家伙事给我放下，别欺负人家。来吧，来吧，上！呀，撂倒他们！撂倒他！有令，不许一帮人欺负一个。上脚啊，脚悬着干啥呢？撂倒他！摁倒他，玩意有肉吃。下去，挨揍了！哎呀，腰抱住，我下去。李胜山。楼上，楼上，楼上，背背楼上，是是是是是，干啥呢？教你呢。我要是上上，哎，抓住了！哎呀，是是，不许一帮人打一个！干啥呀你拉我？孟大娘，去找王师长了。孟大娘找王师长？哎，你找我干啥呀？孟大娘找王师长提亲去了。那不好事吗？咋了？给谁提亲呢？大娘，喝点水。喝水。你们呀，就给程山几天假，让他呢把婚结了。哎呀，等大英子给我怀上孙子，我立马就把他送回来，耽误不了打仗。大娘，你看，我们都是当兵的，天南海北的到处打仗，到处跑。说不好听的。这枪炮无眼啊，说不定哪天吧唧两腿一蹬见了阎王。再说你看我跟老李现在连个女人的手都没摸过。我听明白了，感情你们俩都是光棍啊。对对对对，两根光棍。光棍。就因为你们是光棍，那就不让别人结婚了啊。这程山和大英子也都老大不小了，你说过了这个村呢就没这地儿了，以后他们俩呢能不能再遇上呢还说不准。咱呢再说句难听的吧，万一这程山要是牺牲了，咱也给他留个后啊，也算对得起他。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大娘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咱部队有个规矩，像于成山这种情况，暂时还不能结婚成亲。对对对对，是规矩规矩。你们是诚心不让抱孙子啊？嗯，我两个儿子啊，打小鬼子都牺牲了，好容易有了个闺女，你们还帮着他于成山欺负他。啊！你说我们怎么欺负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来来来，大娘您先坐，先坐。不娶她呀，就是欺负她。让我娶她？嗯。这孟大娘也真是的，我俩。于成山，来到。你啥意思啊？不是你，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啊。我爸好歹堂堂也是一个排长，你这个每天追着我屁股后面，呸！小毛排长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还是县委副书记呢，你不娶我还不嫁呢。姑奶奶，能不能小点声？你个臭俘虏兵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你？姑奶奶有的是人要，你还下不了崽了。哎，不是大嫂子，你赶紧让那个孟大娘啊。赶紧给他糊弄回来，别让他在师长那儿待着了。那哪成啊，糊弄谁能糊弄老太太呀？再说了，人不是为你好吗？于成山到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你看你一个女人家，你当这么多人面，你是不是老爷们？你要是老爷们，就给句痛快话。
呀？你怎么连个娘们都不如啊？于大哥，快点说呀！是啊，大忽悠，刚才你扔那哪儿去了？拿出来呀！别起哄了，起什么哄啊？大英子，老子心里全是你！大娘，这样吧，我和政委商量好了，你看程山兄弟呢，是我的部下，也是我过命的兄弟。他娶个媳妇儿，我们应该都高兴。我出个主意，一呢不破坏规矩，二呢还能把这个好事定下来。那你说说我听听。这样，我们先定亲。对，先定亲，等打胜仗以后再成亲。哦，东北话换钟，换钟。那我那大孙子呢？老太太，您别为难人家领导了，人家够意思了。行，那就这么着吧啊。可是，那个于成山呐，你们要帮我把他看好了，不准他变心。他敢？他要变了心，我就让他成孙子。对，让他变孙子。程山兄弟，大英子的好日子。咱们打仗为啥呢？就是希望这样的好日子越多越好。尽管今天是定亲，咱们一定要像成亲一样好好热闹热闹。在这儿呢，我祝你们俩上能比翼双飞，下能同甘共苦，互敬互爱，互相帮助，好好保护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爱情种子。于大哥，今天你大喜的日子，我有话要说。十三，你小子别使坏啊！于大哥，我问你，我和我二哥是不是你兄弟？废话，当然是了。好，是就行。那你要是我们兄弟，就得按照我们山上的规矩来。我们山上的兄弟结婚，小娘子都得跟我们兄弟们亲一口。亲一个！兄弟们，二哥有话要说。大忽悠，咋整的呀？关键时候咋还完犊子了呢？十三，给兄弟们示范一个。亲呢？往这儿亲啊！政委在我亲啊！政委，于大哥。今天呢是个好日子，俺跟俺家大白鸭来到二人转助助兴，咋样？好！小娘子，走着。来嘞！笑啥呢？我于成山也有媳妇儿了。要是我爹妈还在，不知道我得有多高兴。能不能真的成媳妇儿还不一定呢，这得看你的表现。英子，嗯，我吧有两个要求。你还有要求了？这第一吧，就是你别老喊我臭俘虏兵，臭俘虏兵的。你说你动不动的你就追着我满世界打，这大老爷们儿多磕碜呢，对吧？学的还挺快，还明白啥叫磕碜了。行，
我答应你。那你答应了。这第二吧，你说我们平时啊，在一块儿训练，都一帮大老爷们儿，你老来找我，这不合适，让人看笑话。我呸！你以为你是花啊？我还老去找你，想得美。你要对我有啥要求？你说，我听着。最主要的就是，你一定得活下去。1947年春，经过广泛深入的土地改革运动，我军建立了辽阔巩固的东北根据地，部队得到空前的发展，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，从而转入了战略性反攻，由此东北大地国共双方的战略决战一触即发。纵队首长决定咱们36师佯攻北顺，牵制益州，配合兄弟部队拿下阜城。北顺益州让他一刀两断，最后一个一个把他吃下去。同志们，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。从关内到关外，我们一直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气，他们仗着人多武器精良，我们是忍气吞声。现在这是什么时候？是大反攻的时候。同志们，你们一定要给我好好的打，狠狠的打。是。南城门下，报告，西门正面敌人攻势坚固，我军正在组织连续报复。哎呀，就差一点攻上去了，老子要有炮，一炮就把他轰下来了。师长，这是我们炮连的行战书。师长，政委，这是我们炮连的行战书。炮连来请战，兄弟部队都上去了，只有我们蹲在这吃白饭，憋屈的慌。窝火，你们窝火，我还窝火呢。你炮连没炮，不跟战士没枪一样吗？上去干啥？找死！我们也能冲锋拼刺刀。胡闹！回去。好了，虽然咱们的炮上次在北顺战斗中被敌人摧毁了，但咱们训练出来炮兵战士还在，这还是咱们宝贝呀、啊，我可舍不得。跟敌人拼刺刀，你回去告诉战士们，仗有的是了，不要急于战，一时半会儿的啊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扩大，马上就扛不住了。喂，喂，喂，吕座，阜城危急，请吕座紧急增援，请吕座紧急增援。吕座，周学汉请求增援，看来阜城的确很吃紧。如果阜城一旦丢失，那么益州和北顺就被共军分开了，分而解之。以属下之见，阜城不能丢。必须马上增援，阜城吃紧，我们现在也吃紧。王伟峰的36师现在正在猛攻北顺，他攻得越猛，我心里越没底。你说，他是真想拿下北顺呢，还是佯攻啊？盘了，我跟你说，纵队首长给咱们下达的命令是佯攻北顺，
牵制住敌军四十五旅的主力，配合兄弟部队拿下阜城，把益州和北顺分割开来。这一路的强攻猛打，能打下北顺吗？上级首长说的没错，但是兵无常态，水无常形。嗯，有什么鬼主意啊？能拿下北顺，为啥不能？你这可是阳奉阴违，是抗命啊！哎哎哎，什么阴呀阳呀，那么邪乎吗？这叫灵活。哎呦，有你这么灵活的吗？咱们实在啃不下来，咱们再转成佯攻。你不可劲儿的打，不拼了老命，人家一下就识破你是佯攻，人家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派兵增援阜城。到时候，咱就是鸡也飞啦，蛋也打了，白折腾一场。依属下之见，共军肯定是佯攻北顺，意在拿下阜城。这是咱们惯用的声东击西、围城打援的手法。共军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共军了，短短一年的时间，已经变成了一只虎狼之师，令人惊叹啊！李总，现在益州、北顺、阜城唇齿相依，荣辱与共。现在阜城出现危机，北顺无兵可调，那么益州的胡师长他应该出兵了。哼，这个缩头乌龟，他只知道搜刮民财，打仗他敢吗？再说了，他跟我们过节很深，他不会出手的。这涉及到党国的大局，他总不能袖手旁观、见死不救吧？我试试。去之可说。